上好啊，晚上好，刷一哥姐们、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。怎么回事呀？你们又进来说啥呀？家人们，怎么才这么多点人啊？能不能上波人呀？啊，家人们，能不能上波人？上波人，上波人，我们聊聊天好不好？我们上点人聊聊天。谢谢谢谢，这两天又怎么了呀？你们又在进来说一些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芙蓉阿姨晚上好。你进来又说些啥呀？啊，吃了吃了，你们吃饭没有？我刚刚看，刚刚问的时候，有很多家人们都吃了，你们吃饭没有？啊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你们吃没有啊？你们吃没吃？什么阿英害阿紫又把工作丢了？啊，吃了就行。阿紫的工作又丢了吗？啊，家人们，阿紫的工作又丢了吗？那不可能啊！他不是工作的好好的吗？怎么工作又没了？啊？阿紫开除了。阿紫怎么被开除了呀？啊，家人们，阿紫怎么被开除了？因为什么呀？阿英害的。又是阿英害的吗？那他不是在那个。就你们不是说在那个火锅店上班吗？不上的好好的吗？是吧？不上的好好的吗？怎么又工作没了？阿英害的，怎么全是阿朱吓到了？那老板开除了，因为点啥嘛？因为什么事嘛？对吧？做了两天发了200块钱走人了，阿英害的，全是阿英害的，啊，家人们。造成他姐姐把工作丢了，那怎么可能嘛，对吧？那阿紫上班，阿英去找他姐姐，是吧？应该不可能吧？他们姐妹两个人在外面应该相互帮助呀，应该不可能去把他工作给弄没了呀，那不应该呀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嘛？是不是家人们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对不对？有这么回事吗？阿紫在火锅店里面哭，被老板开除了。你们看见了，想拉姐姐回大山里去吧？怎么可能嘛？你还出来了，出来了过后，怎么可能还想着回去呢？是吧？出来了这个城市多好啊！阿紫上班，妹妹一直找开除。阿川把阿紫接到你那儿去，怎么可能嘛？怎么可能把阿紫接到我这里嘛？哥、水姐、阿叔、阿姨哥们，怎么可能嘛？这怎么可能嘛？是吧？他都是他妹妹搞，全是阿英搞的。来，直播间家人们，觉得是阿英搞的鬼，咱 Q 波一好不好？我看看有多少人觉得是他妹妹搞的，好不好？家人们。觉得是他妹妹搞的，科波一，这么多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这么多人都在说他弄的吗？那不可能吧？应该是阿英去找他姐姐，没找到，看见他姐姐在那里，估计是不知道在那里倒水吧，然后就弄倒了吧。亲眼看见的，就是他妹妹搞的，太坏了。太确实，如果说是真的呢，那可能是确实太坏了。如果说不是真的话，那，哎，我看一下嘛，我看一下作品好吧。
我看一下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作品，好吧？我看一下，这谁发的呀？谁发出来的？这是谁发出来的？家人们，谁发出来的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谁发的呀？呀，阿英的地方，阿紫都不会好好过。阿英发的吗？阿英还是阿紫啊，家人们？阿英还是阿紫？阿英是吧？怎么都在说是阿英呢、啊？阿英都是阿英是吧？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视频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这个视频？是的话可不可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这个视频？是的话可不可以，好不好？对。我看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人已经，哦，在这里是吧，家人们，是这里是吧？哦，那哎，估计是怎么说呢？他打招呼的方式，哎，怎么说呢？不对吧，家人们？那确实是，咱们直播间1600个家人们，咱们没有给阿川点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，好吧，家人们。咱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给阿川点波关注，好不好？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估计是阿紫当时被吓到了，真的，我感觉阿紫当时绝对是被吓到了，应该是被吓到了，那不然怎么可能说，那样了是吧？应该是被吓到了，家人们，怎么？谢谢家人们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大家。应该是吓到了，知道吧？应该是吓到了。阿英打了他一下，我看得出来，应该是打招呼的方式，怎么说呢？应该是用错了。他明明知道他姐姐在上班，然后去那样去打招呼，可能说把他姐姐看见了，吓到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绝对是把他姐姐吓到了。但是怎么说呢？阿英的话，我感觉，他一天到晚。在外面玩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那意思是，他故意告他姐姐，他姐姐在上班捣乱。这个我现在，那现在阿紫在干嘛呢？意思就是阿紫没有在那里上班了是吧？我看完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看完一下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看完一下，我看完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看完一下。哦，我看见了，那个阿英在那把他姐姐吓到了，那水洒到地上去了。那个阿英还在那里说他是吧，说他毛手毛脚的是吧，家人们，应该是这么回事吧。阿紫那现在阿紫在干嘛呢？在上有没有在上班呀？阿伟不要他们两个了，因为什么不要他们两个呀？因为啥呀？我也不知道这些事，人家这两天我也很久没有开播了，然后就前两天我播过一次，今天我播过一次，是吧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在找工作，阿紫在饭店上班，哎，我知道阿紫被开除了，那他现在呢？那他现在在干嘛呢？家人们，你们知不知道阿紫现在在干嘛呢？不是的，黑粉。撒在客人上，我知道撒到客人身上去了，我刚刚看见了，确实是撒到客人身上去了。在哭，
再难过再哭，怎么都说再难过再哭啊，家人们，对吧？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啥呀，是吧？阿英太坏了，确实阿英太坏了啊，怎么有直播？现在公司有事，他们想回老家了。阿川连阿紫，我连谁没有用啊？他们没有开播，我连谁也没有用，对吧？那没有人开播呀，我就列表好友里面没人开播呀，我连他们干啥呀？阿紫在哭，在山上哭，都在哭，哭了，准备吧。家人们，确实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他们应该跟着阿伟出来，对不对？好好的是吧？好好的，但是为什么然后突然之间又跑到火锅店去上班了？这个我确实不知道，家人们，知不知道？懂不懂，家人们？如果说让我说的话，阿紫的话还是尽量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回不回去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看他最终的决定吧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对吧？阿伟公司出事了，那不可能呀，阿伟公司好几个，怎么可能出事呢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阿伟把他带出来，应该把他们安顿好呀，应该会把他们安顿好呀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啊，正常道理来说，阿伟把人带出来了过后，然后不管他有什么事，应该会把阿伟怎么说呢？安顿好嘛，对不对？吃的、住的、喝的，就是住的地方嘛，然后包括工作等一系列，是不是？会给他安排好嘛？安排的稳稳当当的嘛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我又听见你们说，然后什么又被公司开除了，又是怎么回事？然后前段时间你们跟我说，就前几天我开播，你们跟我说阿紫被阿伟那里开除了，是吧？然后今天你们又跟我说阿紫又被开除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到底是不是开除的，咱们确实不知道，知道吧？阿伟回去了。阿伟老爸公司出事了，阿伟回去了，不骗你，全是他妹妹搞的鬼。家人们觉得是他妹妹搞的鬼的，对不对？科博一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是不是阿英在搞鬼？觉得是的，在公屏上打波一，好不好？我看看家人们有多少人觉得是阿英莫在搞鬼的，来公屏上科博一，好吧？有人叫我穿，哎，我答应一下，哎。这么多人觉得，有这么多人觉得吗？这么多人觉得是阿英搞鬼吗？对吧？来，家人们觉得是阿英搞鬼的，对不对？扣波一好不好？怪他妹妹太讨厌了。照你们这么说的话，我也觉得阿英太讨厌了。说实话。那出来了吗？两姊妹，她们姐妹两个应该互帮互助嘛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两姊妹应该互帮互助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又没有工作，是吧？应该互帮互助，相互帮助，一起挣钱呀。啊，还有包括彝族年也快到了，挣点钱好回家过年呀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对不对嘛？那何必呢？去弄成这样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对不对？对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好不好？因为怎么说呢，阿川最近也有比较忙，然后给大家开播的时间就少了，因为我回来了过后就中秋国庆嘛，在我们这里订货的人挺多的，所以说阿川的话就比较忙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就连给你们发视频的时间都没有。阿伟把阿紫骗了，天天找姐姐，那不可能呀，对不对？不管不是亲姐姐永远不会爱姐姐，再怎么说嘛，还是怎么说呢，同父异母嘛，是不是？
来直播间咱们2000个家人们，没有给阿川点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家人们，然后我们没有点赞的我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家人们，我们现在点赞是6万是吧，有多少支持阿川的是不是，咱给阿川点点赞好不好家人们，绝对是对的。其实阿川好帅，帅吗？阿川不帅吧，阿川最近头发都没剪，你看头发都长长了都没去剪过是不是家人们。阿川把阿子接到你的超市上班，我也想了，但是不可能的，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家人们对吧，这个事情是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哎呀不要乱说，阿伟其实也挺好的家人们。阿子墨确实很善良家人们，这个毋庸置疑的，阿子墨确实很善良。阿伟现在也不理阿子了，你有一种自然美。我怎么有种自然美家人们，我怎么有种自然美了家人们啊，我怎么有种自然美对不对，我没有吧。你叫妹妹到超市上班，你把阿姨叫到我的超市上班，我的超市都不用开了，天天就是供她吃喝玩了对不对，他去我的超市上班那不得见的一样吃一样吗，见的一样吃一样吗，说说家人们，我都起码拿一个超市给他，我估计都会让他给我吃空了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，是不是。对不对，如果说把阿英带到我超市里面去，那我给他那安排一家超市进去，他们不得给我吃完吗，是不是家人们，对不对，觉得对的科目一好不好是不是，那里面的你看我们超市什么都有是吧，零食然后包括土特产然后包括一系列的东西都有是吧，水喝的水果冻，然后包括特产呀，包括其他吃的呀，包括当地我们卖的一些土特产他都有，那他不得给我拿来吃了吗，然后他没有生活用品了，那不得在我那里拿吗，拿了又吃垮，对这句话说的对，吃垮这句话说的对，吃垮那我超市里面的东西估计拿吃光，要不我们去对吧家人们吃货，来家人们觉得阿姨是吃货的打不吃货扣工资，那我一个月哪怕说给他开5000块钱的工资，他估计半个月都能给我吃完对吧，他半个月都能给我吃完。你们说是不是家人们，那我给他开5000块钱的工资是不是家人们，来吧，5000块钱他一天吃我200块钱不过分吧，那我还倒贴1000块钱对不对家人们，我还倒贴呢是不是，那谁养得起一天吃我200块，那里面包括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还开的有那种店的嘛，就卖那种卤菜的知道吧，我们旁边是超市，然后我们里面包括还有卤菜啊等一系列的东西是吧，包括有那个卤的鸭子是吧，卤的鸡，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乐山这边的乐山的甜皮鸭，然后包括很多种吃的我们店里都有，那我带回去对不对，那不抱着我的那个卤菜就哇哇的啃不就吃完了吗，是吧家人们对不对家人们，来咱们直播间1700多个人是不是家人们，有没有支持阿川的，为什么来家人们咱们直播间1000多个人对不对，有没有支持阿川的，有支持阿川的在公屏上打一波支持好不好家人们，我的川家军在哪里，有没有支持阿川的，有支持阿川的公屏上扣波支持好不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看咱们
咱们这么多家人是不是？你看全是我的川家军，川家军是吧？谢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咱们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然后点了关注的，我们点点赞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现在点赞是15000，我们一起点到50000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一起点点赞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点了关注，我们点点赞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然后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，可以加入一波粉丝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要帮阿紫，不是说我阿川不帮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怎么帮啊？对不对？人是阿伟带出来的，我现在去帮，我去帮忙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人是阿伟带出来的，我不能去帮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我能帮吗？对吧？不能帮的扣一，能帮的扣二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觉得我能帮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觉得我能支持，我能去帮阿英的，阿紫的，能帮的扣二，不能帮的扣一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看这么多人觉得我不能去帮，然后还是有人觉得我去帮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家人们怎么去帮嘛？家人们帮阿英可以，我帮他干嘛？帮他把他，对吧？你看这么多人说我，你要怎么去帮忙，对吧？人是阿伟带出来的，我去帮成啥了嘛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你们要想清楚这个关键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如果说我能帮，如果说他们是自己出来的，对吧？他们自己出来的，我可以去帮忙，对吧？但是他们又不是自己出来的，我怎么去帮忙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说他们自个儿出来的没问题。哎，你让我阿川怎么帮忙都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人是阿伟带出来的，我现在去帮忙，你要阿伟都说了，人家只是说公司有点事需要回去一趟，是不是？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现在去帮忙，到时候阿伟又误会了，怎么办嘛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觉得阿川说的对不对？对的，科波一，好不好？觉得阿川说的对不对？对的，科波一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你看，还是有这么多叔阿姨哥姐们迷失你的，是吧？你说他们自己出来的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，对吧？他们自己出来打工，比如说遇到困难了怎么样？哎，你们跟我说，哎，我完全可以去伸援手，没问题的，是吧？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。但是人是阿伟带出来的话，我去帮，是不是？但是人家阿伟到时候回来又发现，哎，我帮助了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麻烦的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但是呢，但是我哎，我说实话，家人们，只要他们开口了，如果说哪天他。